咱俩谁跟谁呀？我要是说我信，你信吗？干嘛？ 以前有个人跟奴才讲，樱桃甜，吃进嘴里，心就不苦了。嗯，娘娘还觉得苦吗？有点酸。酸？ 你这个人心思琢磨不定，又老爱糊弄我，我怕你，你不知道啊。那奴才给娘娘道歉，答应你，以后再也不吓唬娘娘了。其实，你也没对我干什么，只是你突然之间对我这么好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 不会是真的想要和我做姐妹吧？这个樱桃初尝是酸了点，但多吃几口，挺甜的。 甜吗？